得到了你们这些爱心人士的一些关怀啊，然后我们也得到了不少的一些生活用品啊，我感觉特别的开心，然后特别的幸福。初冬的深圳气候还算宜人，关怀环卫工人，慈济连续六年为他们举办寒冬送暖，生活用品、保暖衣物一应俱全。浪起的早啊，又冷啊，是吧？那件背心啊，啊什么一些，你们现在不都有袜子啊，啥都很讲到我们，关心到我们，到位。这个美丽的城市能够有让我们来打理，我非常高兴。感谢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士对我们的关爱，我代表我们所有一线的环卫工人向你们致敬，说声谢谢。发放现场不少志工都是第一次参与，中医师黄敏发挥自己推拿的专长，帮环卫工人解除酸痛。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比较辛苦，很多基础疾病大多避免不了，所以我觉得实际这种关爱的这种形式，我自己就也希望能多参加这种活动，对他们有一份尽一份心尽一份爱。经营素食餐馆的周华辉，之前活动曾与志工结缘午餐，这一次他特地拨空来当志愿者，体会深刻。自始至终还没有给父母亲剪过指甲，今天帮这些大姐大哥们剪指甲，我感触很深。以后呢，延伸到包括用在我自己的父母亲身上，多一份这个付出。志工给的这份温情，照亮了暗角陋巷，也暖了困顿人的心房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广东报道。